一切财富都开始于你的思想。如果你想吸引财富，你就要从训练你的潜意识开始。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做到，那么催眠可以把你的目标输入到你的潜意识中。很多富翁都信奉并应用这个法则。聆听这个音频，你躺平就能够吸引财富能量，而且还帮助你进入深层的睡眠，这就是人生的双赢。嗨，我是催眠师戴安娜，欢迎您加入今天的自我催眠，并且祝贺你迈出了走向财富的第一步。请不要在驾驶车辆和操作机器时聆听这个音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吸引财富的能力，只是我们的自我诋毁阻碍了自己与金钱的通道。而今天，我们要清理阻碍你的垃圾，踏上通向财富和幸福之路。当你准备好了，闭上眼睛，打开你所有的想象力，去除脑海中的杂音，吸引财富进入到你的生活中。一切都存在可能性。今天的自我催眠是为那些希望得到财富的人而制作的。这是一个应用了宇宙法则来吸引金钱的自我催眠。我在这里引导你，吸引和建立一个你与金钱的通道，消除任何自我诋毁的行动，培养更多的自信、信仰和自我价值观。清理任何在你潜意识中那些自我毁灭和自我破坏的程序。也许那些起源于早期对金钱的误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重复和强化，你可以重新开始。你加入今天的自我催眠，你已经开始了解开那些旧的模式和程序，你已经开始踏上致富的新旅程。当你意识到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需要改变的时候，你在潜意识里一直在寻找创造财富的方法。现在的你选择进入自我催眠，给你的意识和潜意识提供更多的财富，并创造更多的经济回报、目标和决策。你可以继续在创造财富的路上越走越远，解开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和信念。你在非常的放松催眠状态中，我对你的潜意识的强大提议将会让你的潜意识明白你真正的想要什么。我的提议将直接与你的潜意识沟通。当你更加的放松时，我的建议对你的潜意识有着强大的效力。
让你决定重新编制程序，你的思维和想法，开始探索和实施。正能量的信念和行为会开始。你可以把这段时光想象成你的一次致富之旅，一个将带你深入到你内心深处的旅程。这是一个又深又平稳的旅程，让你放慢你头脑里的思维，就会更容易地进入放松状态。停止所有你有意识中的想法，当你远离你的烦恼和焦虑，你就会走向令人愉悦的平静感。再一次，放松任何紧张或紧绷感的部位。当你走向那种梦幻般的心态时，你会感到如此清静和清晰，超现实和现实并存，似乎非常的熟悉而又亲切。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感觉，给你带来平静、舒适与平和。当你完全地沉浸在自我催眠的状态中，你可以给自己带来更高的能量和希望。现在你需要做的是允许你的潜意识和意识接轨，让你心情进入平稳状态，关掉所有有意识的思考，放松心情。此刻的你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做，也没有任何事情需要考虑，除了跟随我的引导。所有的催眠其实都是自我催眠，让你放松和接受我的建议，体验即将到来的改变。你在催眠状态中非常的安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自己独特的节奏，沉浸在你的清醒梦的状态中。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你可以选择快速进入催眠状态，或者慢慢地进入催眠状态。你可以跟随我的引导，或者跟随你内在的引导。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想知道为什么放松是催眠状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答案是，当你的身体和意识放松时，你才能与你的潜意识连接，而你的潜意识可以帮助你改变过去的思维限制和信仰，有效地
与你内心深处的自我沟通。潜意识控制着你所有的决定和信念。改变潜意识的旧概念，就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致富、你的目标、财富和人生，能够保障你的安全和永远把你最大的利益深埋在潜意识中。在你内心的最深处，你最神奇的那部分，当你摆脱那些过去的负面经历和焦虑，当你真正的自由时，你的财富能量和幸福能量就会注入到你的潜意识中。你可以向内引导创造性和治愈性的能量，就在此刻。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可以清除你的意识与智慧之间的通道。这条路也许在今后会再次被负面的念头所堵塞，但是今天你的这条通道被清理后，你的自信和正能量会被提升。此刻，你发现你能很容易的清理那些阻塞你致富的负面念头，全部的化解，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心结，在你的梳理下，它们松开了，仿佛你在用一把梳理头发的梳子，划过长长柔滑的头发，轻轻地缓解任何纠缠，让所有的自我诋毁、焦虑顺着你的梳理而化解。任何消极的想法此刻都在消失，消失在你的背后，离你越来越远了。现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最舒适的位置，你会发现深层的放松很快地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当你的身体能够完全地伸展开，你会感到更加的放松。伸展你的脊椎和颈椎，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让你的腹部和胸部自由地起伏，顺其自然地深呼吸。脑子里没有任何念头。当你放松身体时，我的引导开始变成了你的话语。当你开始观想一个更加富有的未来时，
随着你每一次缓慢的呼吸，你会发现自己越走越深，变得越来越平静。你的呼吸也会变得越来越深，深深的、缓慢的吸入。呼气时比吸气更长而更缓慢。你的意识去一边休息，让你的潜意识聆听你真正想要什么。只有在你完全彻底的放松时，你的潜意识才能够听到你我的引导。关注自己深深而又缓慢的深呼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新鲜的空气深入到你的肺部，让你学会新的呼吸法，把你带入一个崭新的人生。让你的新呼吸模式产生共鸣，带着你内心所有的自我放松和平静的感觉，仿佛一股净化和治愈的浪潮正在穿过你的身体，就像一个波浪在滚动。一个充满自然、充满活力的能量，接触到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丰富的纯氧循环，生理和心理的净化。当你陶醉在舒缓的感觉中，每次吸气和每次呼气，你能够连接到你真正的自我，你真正的智慧，你真正的内在意识。允许自己释放那些阻碍你致富的想法和感觉，目的是为你所有的财富愿望留出空间。你值得拥有一切你希望得到的财富和幸福。现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充满活力、有着肥沃土壤、种下你财富的种子，让财富种子在你的土壤里成长和繁荣。你正在重新布线和重新编程你所有的意识和潜意识，切断所有陈旧的、对你不利的观点和概念，用新的思维方式来代替它们，提升你的正能量，
新的思维方式，也许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和几年里，将帮助你发现和扩展你强大的、真正的潜力。你所有的目标、梦想和抱负都带入到你的生活中。任何焦虑、紧张的感觉开始慢慢的散去。当你闭着眼睛，在你舒适的环境中放松时，让你的注意力飘向我的声音，听着我的引导，仿佛是在与一个值得信任的老朋友在一起旅行。这个旅程正在改变你的人生，向着更富有的生活前行。改变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你关闭了外在世界对你的影响。当你那双疲惫而又沉重的眼睛关闭着时，你的外在世界会消失。你是否专注于你那关闭了的眼皮背后的景象？你是否观想到那遥远的地平线？或者你能够观想到自己内心最深处？让你的眼睛紧闭着，去放松眼睛周围所有细小的肌肉，然后让放松感扩展到你的整个脸部，到你的下巴和你的太阳穴周围，包括你的脖子、肩膀，任何紧张和紧张感都消失了。每一次吸气和每一次呼气，现在你的身体所有的部位感觉平静和舒缓，舒适的波浪在身体里滚动。你的每一次呼气都是在做深层的清洁。让你的每次呼吸都稍微的长一点，柔和一点。在每个释放紧张的呼吸之间，稍微的停顿几秒。因为当你沉浸在呼吸的转换时，你最纯粹的存在感开始展现。当你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深入，探索你潜意识的空间。在那里，你可以找到释放你真正潜力的所有钥匙。
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每一种内在资源，来改变和提升你的生活。现在允许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打开所有你内在已经存在的能力，还有你所有新的坚定的自信。在现实中你一直拥有自信，也许以前未被发现或者未被开发的自信和信心，随着每一次深深的呼吸，你的信心正在增加，就好像一个温暖、舒适、疗愈的润滑剂，流遍你的全身。你可以利用这种自然的能量，重新点燃所有那些喜悦的感觉、积极的自我信念和灵感，重塑你的未来，赋予自己生命。所有你的梦想和目标，在现在看来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你的愿望和目标是如此的接近，你几乎可以触摸它们。每一个愿望，每一个人生的改变，一开始只是在脑海一闪而过的念头。当你用正能量去滋养与关注这个小小的念头，就能开花、成长，成为你的现实。就像一棵小橡树，当你精心的栽培，会成长成一个坚固的大橡树。因此，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愿望，如果你能把它放在你的脑海里，你就能把它握在你的手心里。如果你能想象它，你就能实现它。当然，你还可以用这个方法赚钱。当你在放松和平静的状态下，我现在提议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最想得到的目标上，或者是你最有灵感的想法上。观想，如果你已经达到了那个愿望，比如你已经赚到了很多钱，你银行卡上的数字，最关键的是观想你已经达到你愿望的那种感觉。现在把这种感觉深深地种进你的潜意识里，并承诺自己每天去滋养和浇灌潜意识里的那颗种子。现在，就去设定你那坚定的愿望和目标，
将这个愿望和目标牢牢地固定在你的潜意识中，并开始想象你未来的生活。一旦你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和目标，观想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当你被丰富的财富和幸福所包围时，现在就用生动活泼的色彩和尽可能多的细节来描述这场景。你会住在哪里？你会在哪里工作？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你会开什么样的车？或者你会去哪里旅行等等。你可以使用强大的宇宙润滑剂去塑造和创造你想要的未来，因为在这一刻，你有着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改变人生的力量。这股力量可以阻挡那些过去财运的能量，把以前所有消极情绪都抛在脑后的力量，和充满希望、信心和坚定不移的自信向前迈进的力量。因为你过去的命运不再影响你的未来，一个你正在用积极的期望和期待来描绘和添加色彩的未来，带着你的愿望以及你今天所做的选择和决定，就在现在，就在此刻。当你继续休息和放松，当你舒适地闭着你的眼睛，并跟随着我舒缓的声音，你的心灵非常的平静，充满平静的自我催眠。当你深入到你的潜意识时，你的自爱和自尊都会达到一个奇妙的层面，因为潜意识对于我们人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你可以实现你潜力的地方，一个你可以发现和重新发现真实的自己的地方。当你身体放松和思维平静，当你摆脱了焦虑和恐惧，从你自我怀疑和自我诋毁中摆脱出来，这段旅程是如此的平静和安宁。想象你就像一只精鹰在云中翱翔，自由地飘过一个巨大的山谷，又或者是一朵雪花慢慢地飘落在地上，飘向这里
或者飘向那里。也许你飘向一个非常漂亮而又华丽的楼梯，又或者在一条小船上，顺着平静的湖面在漂移，一股舒缓的水流轻轻地推动着你。当你躺在一叶小舟中，向上凝视着一缕一缕白云穿过蓝色的天空，清风吹拂着傍晚的阳光，你的小船向着更深的方向漂移，到达你的目的地水晶湖。同时内心充满平静和安宁，你知道在这次旅程中你会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当你超越了你的意识界限时，进入似乎梦幻般的超现实，但又很清醒的梦幻般的状态，你会觉得更轻松，直到你达到那无限的潜意识中。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或者事可以阻挡你的平静和宁静，并在你最自信和成功的时刻，融入到你自己的景象和形象中，闪耀在最复杂的细节中和最生动充满活力的色彩中。所有的自我怀疑和恐惧都失去了他们的力量，现在变得非常的渺小和瓦解，消失了。因为你潜意识深处的头脑肥傲而又富饶，一定会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法则。这意味着你今天就在这里种下你愿望的种子，就在这一刻会开始成长和壮大。你的愿望能够像你播下的种子一样的成长、壮大，这不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吗？你一生的思维和决定的积累。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开始栽培你的思维，扩展你的想象力，创造完美的未来所需的动力。随着种子的发芽，成功就在这一刻开始。你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你可以每天的排练那个你想真正成为的人，放大自己的想象力，让你的思绪漂移到未来，成功将成为现实。请跟随我大声地说出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重复：我是值得拥有的，
我应该得到我的成功和财富。再来一次，我是值得拥有的。我应该得到我的成功和财富。非常好。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到你的呼吸上。此刻，你是否能想象自己已经在过着你未来梦想的生活？我的意思是你真心想象自己实现了最大的个人目标，融入和享受这个场景。最关键是要去感觉成功的喜悦。所有的成功，无限的财富，都来自于无限的自信。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按下了达成你愿望的快速键钮。想象在你面前有一个很大的屏幕，你在观看你未来的情景。你坐在第一排，视线非常的清晰，预览你成功的未来。你的成功在等待着你。你看到未来的自己正走在成功的路上。屏幕上显示你未来的行为和如何与人交流。你充满了自信和你身上的光环。你已经成为了那个你希望成为的人。你实现了你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当你的新能量传遍和传播给你周围的人，现在的你是你自己电影故事的主角，你不再是旁观者或者别人的附属品。现在的你正在指挥和制定决策，并且你的成功伴随而来。当你从自我催眠中走出的那一刻起，你将完全掌控你的财务状况，成功管理你每天、每周、每月或年度预算。你做出明智的决定。这些新的思维和新的信念正在深入到你大脑神经。强大的改变将永久地植入到你的潜意识深处，去创造和发展新的行为模式，增加财富的行为模式。这种新的财富伴随着新的感恩和感激，因为你对你每一次的财富收获都很感激。你很喜欢你新的财政自由性和灵活性，因为当这种新的财富能量与你真诚、
感激之情相一致时，你的潜意识与宇宙保持一致，并为你提供更多相同的东西。你感觉非常好，感觉似乎一个沉重的铁球从你的脚腕上被解开了。你现在可以自由地飘向高空，就像一个孔明灯飘向空中。毫无界限地翱翔。你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你的生活，选择方向和速度。你知道自己的成功已经成了事实。成功的真正定义是知道你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去实现它。现在你在致富的旅程中充满了正能量，最最重要的是决心和信心，去推动它成长，一天比一天更深，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不要被别人闲言碎语而分散注意力。你知道你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个决定都是你强大的潜意识在帮助你。与此同时，理解和接受甚至原谅自己的错误或者是别人的，因为成功的路上不一定要十全十美，而你坚定的自信使你能够展望未来。你的自信会成功。毫无疑问，你会成功的，因为每次你展望未来，你都会以积极的态度、自信和对财富有清晰的认知。你的潜意识知道你想要什么和如何得到它。在通往你成功的道路上，所有的障碍都已经被拆除了。现在没有障碍，现在拥有了所有的动力和信心，回到现实生活中，实现你想要的一切，过着最幸福的生活。最成功的生活是没有恐惧和自我怀疑。当你转望未来时，你只会看到一个自信的成功者，与家人和朋友们一起享受你的财富。一会儿，我们将结束这一次自我催眠。在你进入一个舒适的睡眠之前，准备好重新开始新的一天。我只是提醒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复地播放这个音频。你能够立即将自己带入到潜意识的领域中。你只需要闭上眼睛，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心情平静和宁静。你现在已经摆脱了所有的束缚和限制，已经从焦虑和消极的情绪中解脱了出来。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从一个新的角度体验生活。
你现在可以选择平静地回到你完全清醒的状态，或者你可以选择渐行渐远，进入一个深度放松的睡眠之夜。如果你选择后者，你可以忽略我接下来的那些话。下面的引导是为那些现在想走出催眠状态的人准备的。如果你选择回到完全清醒的状态，请跟随我下面的引导。一会儿，我将会从一数到五。当我数到五时，你会睁开眼睛，你会感觉精神焕发和醒觉。一，你完全的清醒，准备你接下来白天或者夜晚的生活。二，你心情非常的平静。三，轻轻地伸展你的手臂和双腿。四，恢复你的知觉，让知觉全部地回到你身体里。五，深吸一口气，你完全的清醒，完全的清醒。我暂时与你告别，祝你财源广进，轻松赚钱，潇洒开心。如你还在放松或漂流到一个充满平静的睡眠之夜，这种高质量的睡眠嵌入了你的宁静。你现在可以相信你的潜意识会创造并付诸于行动，你未来的总体规划会提升，因为那是充满发挥你潜力的计划，将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制定，夜复一夜，因为你的日常积极的态度会改善你的身心成长。建立在有规律的休息和补充睡眠中，当你的脑神经通道和你的创造财富建立关系，你的财富会日益增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几周，甚至几个月，你的目标、愿望一定会达成。随着你现在越走越深，被你所有自我创造的治愈能量所包围和保护着，现在享受宁静与和平的感觉。你的身心同步在这不可阻挡的放松旅途中，所有通往最佳睡眠的途径都完全的清除了。晚安，我的朋友，祝你好运，直到下一次再见。